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小松，现在是2020年1月24号，除夕。现在这辆大润发，好，我去逛逛，反正不太多耶。走，先过去。哦，哇，我们进来了，哇，有年货，不打您。啊？糖都卖油了，没油了。这不糖吗？这不是，不是卖油，是啊，卖油的，一百那啥吧。这是过年的，这是大润发，哎，小衣服真好看。妈，看那衬衣。啊？还衬衣？妈呀！我妈问看看什么衬衣，妈都五折，妈都五折，哦，好远呢。这都卖了，卖了，是吗？嗯，这个妈花83，买现在160。嗯，它有时候打折，有时候不打折。啊，这是以前的，你现在家里头。嗯。这小猫吗？这老鼠吧？那小猪。自个这上买的牌子，你们买小背包不买？不买，它不便宜。大人那质量是吧？好大一块。啊，买了吗？今天早上9点多，9点多可能就是除夕人不太多的。这个，那就这个，刚买这个，15块钱。这俩麻花10块钱买的，值了。别，那个牌子没有了，没了。这不3块吗？10块不够。嗯，没买这个。周家妈买那个，卖了了。哎，来这呢，10.06块麻花6块钱买。咋的？他那都是进口的。货架好高啊，货架。这都假。但是玩意是大的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这看啥呀？果汁儿。拿那个不？不要不要不要。你喝点果汁儿，不喝。5.06毛了，我6.09买的。是吧？嗯，就你喝那个。那你打折买的？不买。走走。下边看看。都卖了了。嗯，下面我去生鲜食品区坐扶梯。生鲜区。大鱼。等半天。今天2.9。哦。哎，油菜，它是油菜贵呀，它油菜3.98。啊，还那远呢。胡萝卜，16块吧，快6.9块。对，这看肉啊。跟我妈走，跟她出来。没有看上您的。哎，地瓜，地瓜9.9。地瓜9.9吗？家还有点。啊？说地瓜不错呀。还行。家还有呢。加多少钱？加那个也是1.35。土豆1.38。黄瓜，
四块九毛八买了仨。排队。嗯。称一下，还得一人称，那人小的。就一个人。过磅的称重的也这么多，我看看，还这么沉重。谢谢。关键是他那个过磅的就一个人，人太少了，人多点就好了。好、哦，我买完出来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回家过年，那除夕祝大家都过个愉快的年，过大年。新的那一年里。万事如意，好，拜拜。